对，去年的股票市场的表现是超出很多人的预期，尤其是就是那个反弹的幅度接近有1倍的升幅涨幅的话，是令到就是市场的投资者比较意外。虽然最近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港股开始有一点的就是反复的走势，由高的位置有一些调整，但是我相信这个是因为之前涨幅比较厉害，还有就是大家对未来的政策，还有就是这个复苏的前景有一点犹疑，所以令到就是这个指数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。就是盘整的情况，但是长期的走势，我相信还是比较乐观的，因为大家也相信这个经济复苏的前景还是挺好，还有就是企业的盈利也有一个反弹的话，我相信长期的股票市场的表现还是比较看好的。